山滚滚吹散了爱，我是漂流的一粒尘埃，浮浮沉沉茫茫世界，迷乱的心甘有药通解，坠落万丈的深海，也是对你痴心不改，再过怕天边的云彩，不知什么叫做自在。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，证明一段感情的失败，已经关系了你的关怀，如今轻轻叹一声无奈。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，不知该欢喜还是悲哀，不管过去多少的伤害，有缘自然和风吹散天涯。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，证明一段感情的失败，已经关系了你的关怀，如今轻轻叹一声无奈。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，不知该欢喜还是悲哀，不管过去多少的伤害。这小查某，伊抹起面是要创啥？睏了我紧紧看，敢讲？刚刚伊是要用迄个我毒死？是安怎伊伫针对我遮来？啊，都为着迄天我甲伊冤家，伊就爱我的命。袂用的，我拍袂过伊，我一定爱想一个办法。啊，若无就惨啊！拢是运无好，才互怪伫咧遮啦。啊，既然拢是艰苦人，啊，本来都应该互相体谅、互相斗三工才对啊。迄天吼是我的毋对啦，哎，甲你回事咧，你着大量有大量，莫阁甲我计较好无？是啊，我是真正最有诚意，去甲你回事咧啦，你着原谅我好无？无遐尔简单啦。哦，我知啦，做唔对的代志，然后本来就应该提出善意啊。啊，你放心，应该有礼数，我一定会好你。是啊，你讲，你要偌济，做你讲。我只要你会当帮我算，我绝对拢会做得到。你迄点钱是当算啥？是啊，我甲你讲吼，我是有真侪限量珠宝，而且我嘛有实在足侪珠宝的代理商。啊，你若是会想要爱迄？较特别款式啊，我买当请国外设计师替你定做。卖得要臭多啦！我讲的是真的啦，我会当做出来。今天就现刻出来啊！啊，无姐啊，阮即摆都互人关伫迄只，我是要我提出来。不过你做你放心，我真紧就让我报出去，我到时就去保险箱把我的珠宝全部拢摕互你。佮刚刚你无甲我摕。姐，你唔怕呢？我哋讲，我真正有足侪珠宝，我一定会摕来给你，真正的啦！你相信我，我正在放屁，太落地啦！慢慢过来啦！
其他。安尼做啦，你把阮家的人救下，怎样？你总是应该拔出一条鬼啦，啊？好啦好啦，卖生气啦，我知影你嘴大啦。哎，你一定吼拢是咧欺负别人。即马不过是哦，互你感受一下，我拢欺负你怎么样？叫我家你学了，算不落遐遐出。你给我管伊车呢？又讲安怎？你今晚潇洒不？啊，你讲的话哦，爸爸来相信啊。你就认命啊！我去替你哦，停烧水。啊，不过我明仔载再来。高调戏，高调戏。就是要回去台北，不才想讲再来跟你开讲一下。啊，你真正足无意思的，跟伊比点在咧饮酒也无少。我知影你是咧烦恼啊。放心嘛，搁有德胜一挂时间，我相信一定会慢慢想起来。伫个外面头前，你告诉我遐尼紧哈，陪伴伫个你身躯边遐尼久的人，雄雄甲你放袂记的，哪有可能无代志啦？哎呦，是讲真啊，足歹势，我也无甲你斗相共着啊，拢嘛阮母啊啦，一直咧催，啊若无我就会当加大几工啦。无要紧啊，厝内人较重要啊。啊是讲哦，自你收留我迄天开始哦，你著甲我斗相共就济啊。我迄阵哦，互逼讲哦，要叫我阿俊啊。我家在，我头早的时阵拄着你啊，啊无真正哦，爱伫外口流浪啊嘞。啊，搁有啊，个老板四界找我的时阵哦，嘛是你替我解围啊。你哦，那是我的好姊妹啊，搁较是我的贵人。讲这要创啥？迄当初呐，我家伫个七贤路上班，我都无咧惊遮个麻烦啊。是讲哦，我嘛应该甲你说多些。迄当初不管别人安怎讲话，你拢无咧管，也是愿意哦，甲我做好姊妹啊。你敢会记？啊，迄阵哦，大家拢讲我是贼婆啦。啊，阁好久，恁家迄个王威哦，阁讲我是骗子。啊，不过好佳哉哦，有王威甲德胜哦，甲我斗相共，甲高老板下骹手人断，我才会当顺利逃走。这都是缘分呐，大家拢是艰苦人，啊，互相斗相共嘛是应该的。哦，对，我阁会记得头一届你来的时阵哦，你讲你去搞摒扫，啊，阁会晓啥搬货？迄当时我阁笑你讲哦，你俩总讲家己是查甫人哦。
真正是想袂到，你今卖成就哦，比查甫人搁较好。嗯，啊，想知影后来我会开一间做船厂啊？啊，我头一张订单搁是做王船的，我会记的啊。我听讲哦，迄当阵你为着要争取这个机会哦，迄连续刷一直在跪，一直在拜，爱跋杯，迄求神明哦，都爱给你一个机会。啊，结果我连续跋十亿的神杯，十亿的。迄当阵哦，我就感觉连天公庙拢在跟我斗相共。啊，咱少年的时阵啊，查甫人做生意那是失败哦，别人就会讲哦，迄是伊运气无好啦。啊，不过若是查甫人做生意失败哦，就会讲恁查甫人哦，本来是袂用做生意，你厝内好啊，饲囡仔就好啊，干人出来走动要创啥？哦，听你乌白讲，哎，我想经理，在夜行杯不厉害呢。讲起来哦，你真正是足无简单呢。好家仔，德胜一直陪在你的身躯边。哎呦，啊叫德胜去开刀，我本来料准讲是好代志啊。啊，等到伊身体若恢复健康，恁两个人来当做伙啊。想知影即马发生这种代志，嘛唔知影迄当阵大家安尼口肯去开刀是好还是不好？当然是好啊。啊，我迄个弹片哦，即马嘛袂危害伊的性命。啊，我甲伊哦，那是真正有缘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伊一定会想起来。啊，你看，啊，伊嘛哦，唔着会记得英辉。安尼讲无唔对啦，嘛唔知等到啥物时阵。哎，天公伯啊，谁那遮尼爱创敌人啊？我上爱的人，拢拆分开。安怎？一直想王维啊？每天都在想，还想有什么路用？哎呦，是怎么咱两个姊妹啊，这么歹命哈？咱的翁婿拢是车祸过身，真正是。至少咱姊妹啊，起码还可以互相陪伴。对，所以咱一定要有信心。我相信德胜哦，真紧就当给你收起来。来，够吗？够了。来，坐下。你来创啥？唔免伫遐假好心，假做足艰苦的模样，明明心内就是欢喜的。我是真正足艰苦的，艰苦我是安怎袂死心嘛？真实的哦，我张小燕的命是怎的？无遐尔简单就死。我是一路家己安尼拼性命咧生存的，无像你这千金大小姐，从只是甲男朋友分手，啊都哭到要死要活。我是只要有一点仔机会，我就一定会想办法去得到，想办法让自己活下去。而且，我搁爱活了比谁拢搁较好。卖掠准讲我即马哦，互人关起来我都袂有好结果。会当笑到最后的人，才是赢的人。你到即马是感觉你无唔对啊？我是倒位做唔对啊？我只是想办法让自己过了搁较好，是倒位唔对？我伫高教遮尔侪年，我对你敢无好？你对我好，敢是真心的？你假使真心为我好，你是安怎要使让我甲玉花感情？你敢知影？我之前一直甲你当作是家己的妈妈，所以你讲啥我拢相信。结果咧？结果就是让你认清楚一个查甫人的真面目。却惹得。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。你敢知影？我之前一直把你当作是家己的妈妈，所以你讲啥我拢相信。结果咧？结果就是让你认清楚一个查甫人的真面目。
一个无大底为你付出一切查甫人，根本都无值得你爱。也搁有啊，我伫五甲安尼照顾你、照顾恁爸爸遮尔啊侪年，还搁处理天星集团的代志，我都只是提早我应该得到，我是有倒位做唔对啊？真正无看过比你搁敖硬拗的人呢。当处长只是破病，应该予你开销一仙拢无减，什么叫做你应该得到的啊？吴珊珊，你安尼予臭烟灰闻到昏昏去，我看无得到最后吼，你会甲天星集团送予伊，到时阵天星集团就变作是错解。你莫胡白讲，永辉家毋是即款的人啦，伊伫甲阮爸爸当作是家己的亲人伫咧对待。我嘛相信伊，绝对无可能参像你讲的安尼做。阮哥是啥物款的人，大家拢足清楚的。伊捌讲过，伊上配合的人就是阮阿静。伊的目标嘛是亲像伊安尼，想要靠家己的力量，互厝家变搁较好。毋是亲像你安尼呢，专工想要手别人拍拼结果啦。讲到这尔好听，啊那安尼，谁那伊无一开始就当去娶家？来天星集团是要创啥？靠到天星集团的产品谈恋爱，迄就是因为大家拢知影，五天星就敢那一个查某囝，无后生，你想会当娶到伊，就会当减奋斗几啊十年。像这款好康的，啥会无想要爱？啊，毋是瘾头啊！你毋免阁讲永辉歹话，我是无可能阁相信你的啦。当初就是你从中作梗，我看永辉才会还手的。是你家己要相信我的话啊？谁叫你这样讲啊？这样简单就相信别人的话？好啊啦，永辉是啥物款的人，阮拢知影。阮爸嘛鼓励我，甲伊重新做伙。那是因为伊是老糊涂。是，伊就是老糊涂，才甲你娶入门，才差些要互你害无命啦。若毋是阮哥甲救出来，早就互你害死啊！你即马阁好意思讲伊想要抢天成集团？无人会相信你讲的话哦。伊若是真正要爱天成集团，真正无你什么代志。是啦是啦是啦，恁拢是好人，就敢若我一个是歹人。恁哪会无想看卖？我伫我甲遮尔啊侪年，我甲你还阁有恁爸爸是照顾到偌好，结果嘞，一点仔小代志都毙命。我甲天星送去静养，迄是有啥物唔对？伊是破病的人诶，本来都应该送去疗养院啊。啊，恁是安怎对待我？竟然报警了啊！我今仔会变作安尼，拢是恁害的啦！张淑英，我劝你赶紧认罪，承认家己的错哦。法官阁会看你有悔改的意思，破较轻呢。警察先生，你用这款讲法骗过偌济人啊？我相信哦，是真济人会互你骗去。啊，不过我袂，因为我根本就无罪，我是要认什么罪？阮即摆已经是进行搜证了，唔是你无爱认罪就无代志啊。我知影，伫像恁这款自以为正义的警察眼中，我就是一个歹人，是一个歹查某。啊，不过我问你，谁一出事就是歹人？伫我予查甫人欺负、予查甫人骗的时阵，你谁那无出来主持正义？伫我予人为山顶扫落去的时阵，你谁那无出来主持正义？都是因为你的目睭看悬无看低，你看袂到这个社会有偌济阴暗的所在，你看袂到有偌济人伫阴暗的所在拼性命来活落去啊！你莫替家己的犯罪找理由。我讲过，我无罪。你若是无才调找到证据，给我关一边，你硬要离开啊！张淑英，我是好心来苦劝你的，我袂操心。好啊。嘿，你冲啥？医生！医生，进来啊！李坤，走啊！我就会挂掉你了，李坤啊！医生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啊？我看伊哦，根本是气笑啊！咱是正常的人，唔免去了解笑的是安怎想的啦。有一种人是安尼啦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唔但是对别人凶，对家己嘛就凶。亲像伊这款人，根本无可能悔改啊！我是无法度理解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啊？不管是为虾米哦，我看伊安尼根本无可能认罪争取减刑。我是感觉
咱免白费力气啊。就是这款人哦，就是爱关起来，才会保证大家安全。哎，新人呐、啊，啊，迄支咧存电视的迄支咧啦，哈，啊是放喺倒啦。阿婆有来啦，先吃点心。阿姐，吃点心啊。嗯。嘿，啊你嘛咧奇怪呢，迄吃点心，甲看电视敢有影响哈？啊，你迄支咧看电视咧存的迄支咧啦，啊你藏喺倒啦，摕出来啦。啊，电视看伤济对目睭无好啦。什么咧？目睭无好？哦，拜托的，我几岁啊呢？啊，看一个电视，啊，你就安尼甲我动东动西，啊，关东关西，吼、哦，你是吼、哦、无欢喜我，啊，想讲哦，要搁甲我赶我出去吗？我无啦，啊，是今日电视敢若歹去啦。唉，心莲，要看就好去看啦，遥控器摕出来，摕出来，摕出来啦。哪看电视，啊哪食点心，安尼唔才对。会啊，敢若食点心。娘，看好清楚，别搁在遐乱啊！天成集团董事长绑架案的犯罪嫌疑人日前已落网。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啊，迄个敢不是阿莲？哎、欸，阿姨哪会通缉犯啊？哎、欸、哎，阿姨通缉犯搁走来咱家？好嘛，你，伤好骗啊！人安尼凊彩甲你抱一下哦，你就啥物拢相信啊？即嘛知影吼、哦，会晓讲好好听话，会晓让你欢喜哦，迄不一定是好人。阿姊，莫阁讲啊啦！啊，有啥物袂当讲的？母啊，就是安尼啦，伊一日干嘛嫌东嫌西，拢毋知影知足。借问一下吼，迄新人吼，对啦，伊是讲话较直啦，啊，伊的家世吼嘛是咱家无法度比的啦。啊，不过伊即摆改足济安尼，伊对忠信足温柔啊，对你嘛足友好的，啊，是安那一直咧讲嫌哈？你甲差不多了哦。啊，你即摆是讲煞啊袂哈？我自头到尾吼，我敢有讲一句话？吼、哦，啊你安尼坐咧开厝，尔咧落落长一竿，敢若肉粽咧哈？哎、欸，咱借问者，我老母也是你老母哈？你是老母又敢怎？做唔对，我同款爱念呐。你一日敢针对新人是安那？你是无希望因阿婆感情好是？我哪有啦？啊，你即摆讲安尼敢对哈？哎、欸，你讲讲这吼，敢若袂输要破坏阮吼大家新妇的感情呢哈？我知啦，对不？我家己嘛知影讲，我足爱感激伊吼，都袂负啊。嘿，今仔日中心啊，我都做安尼大律师吼，拢是你甲新人，恁两个是大大的功臣呐。啊，中心是我的翁婿，帮助伊，我应该啦。母啊，你拢是个会所啊，你得好好享福，好不好？莫咧，逐工安尼管东管西，一直共管。迄新人哦，即马性地是改啊哦，你着爱低调。啊，若无等到有一天哦，伊阁起性地，甲你赶出去，看你哦，你着无所在通去哭啊。我袂甲阿母赶出去的啦。啊，杨先生，转来哦。阿母，阿姊，你哪会来？我有代志要找你。好，等去房间讲。你真正有够糊涂的呢！无猜你家己是律师啦，竟然做这种代志。无啊，我哪有做什么代志啊？我讲无，新人拢甲我讲啊，你是读较歹去啊，是？竟然甲张小英迄款查某人安尼牵拖袂清哈？你是免哪会搞什么代志对你讲？啊，是有啥物袂当讲的？你敢做唔敢当心？你根本就无资格生气，应该生气的人哦是新人。做这种代志，对伊伤害真大呢。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那有什么大代志？是相公全天下的男人拢会犯这种错哈？迄王威就是一心一意，干来爱我一个人啊。就算讲你无法度做到甲恁姐夫同款，啊，上无你嘛袂当让恁某受委屈啊。我无啊。佮讲无，我听讲张小英大礼拜是甲你困同一个房间，你个新人赶出去，佮讲无害受委屈。你真正哦，足无良心的呢！
你若不是我的小弟哦，我绝对把你这种查甫人泡死哦。是啦，这段时间是我心里受点委屈啦。啊，不过我有调过伊的。莫再找借口啊！你敢真正知影家己做唔对哈？我知影我做唔对啊，我以后会找机会弥补心灵啦。莫跟来遐用嘴讲，就一定爱做甲到。你讲看卖啊，你要哪弥补心灵？我还没收到。我跟你讲哦，为今嘛开始，你得爱搁较尊重伊，搁较疼惜伊。你知影无？这是一个做人翁婿哦，上基本应该要做到够的。你若是连这拢做袂到，你根本就无资格做一个查甫人。好啦好啦，大姐，你别搁细细量好无？我知啦。啊，张小英那边呢？你打算要哪处理啦？却惹得夜半掉眼泪。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。你若是连这拢做袂到，你根本就无资格做一个查甫人。好啦好啦，大姐，你别讲细细量好无？我知啦。啊，张小英那边呢？你打算要哪处理啦？啊，无啊，今麦就先暂时啊，做一辩护律师，先把伊啊安排好势。到时阵再好讲啊。嘿，参全有关笑诶，你若是愈退让哦，伊就会愈来愈超过哦。我知影，伊有抓到你的枕头，啊，不过这件代志都要赶紧想办法解决，啊，若无，你就一直互伊控制。有啦，我是咧想办法，把这证据拢找出来。安尼阁无够啦，参全迄种人哦，你若甲伊有交叉，迄就是一种污点诶。有一挂代志哦，袂当做诶，就莫去卡。你家己是做律师，应该比我搁较清楚才对啊。我当然知影啊，啊，不过这张淑英呐，实在是有够坎坷。我到即马我都找无伊藏证据的所在啊。你哦，就是太过贪心，唔知影卡达实的，才会了这代志出来。枉费我伊当阵为着你去七人了上班，就算讲人安那看我无，我还是一直在忍耐，啊，结果呢？大姐。我这件我真正知影我做唔对啊，是我对不起你的栽培，甲牺牲。你唔是对不起我，你对不起你家己。老实讲，敢有做其他的亏心事？无，我一个张顺就有够啊，我哪有可能去做其他的代志啊？上好是安尼，你哦，都爱记这届教训，莫阁害人害己啊！我真正无希望啊。以后我是爱去监狱内面看你，听到无？有啦，听到。立德，我还未订婚，即马看婚纱敢会收早？哦，所以你意思是讲，爱我赶紧跟你订婚，是不是？我好像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嘛会讲话啊？来啦，高姐娘。今天衫最好看的呢，你试穿看卖啦，你穿起来真水的。嗯。嗯。好，你。好。不叫了，你背来吧。怎么样，丽达？跟美女说了没有？还没说。哎，来来来，啊，就近。啊，来。丽达。立德，立德，最近的光
像是默默咱轻轻的描写，红红的眼眶映着沙，一个人一段命运怎变化。美女，做我一个房仲公司的时阵，你就一直支持我，跟我做伙打拼。还不过，我一直无了解你的心意，为着要完成我自细汉的愿望，害你受委屈啦。后来才知影讲，你是我一世人上重要的人，失去你，我的人生就无意义啊。虽然讲我不是百分之百好的人，可能阁无解巧，能力也不是较好的，也毋过我就抓，我一世人一定好好爱你，保护你。你是我一世人想要做伙行落去的人。刘美玉，给我吧，好不好？丫头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快答应啊！是啊，美女，还是你后悔啊？你感觉我对你都不好，你没想要嫁给伊啊？美女，嫁给我，好吗？你这个做吧，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就是亲家了。是啊，亲家。啊，对啦，啊，这件代志是不是应该跟高三讲一下？跟那个混蛋说什么呀？这是。算了，那还是麻烦亲家你提一下好了，到时候他，哎呦，他怪我你。快吃哦，哦，快听哦，哦，哇，这位，哦，来，哦，看我哟，哦，快去听哦，好，哇，这位，哦，来。想要跟我高山哦，竟然会当有这么善良、这么水的查某囝嘞！可惜，阴间另外一个老爸，那呢，我都抱着看野手出嫁啊！安总啊，家己的查某囝要嫁人啊，所以着阮来通知你，
心内足艰苦的吼。我著讲你应该死好啦，早著叫你介绍人啊，啊结果咧无胆，啊找理由拖拖刷刷，即摆后悔啊吼。我无胆，我糊涂啦。我当初就是想讲哦，我从来没抢用过美女，我有什么资格去跟迄个老油手这查某囝啦？你嘛知影你无抢用过美女吼，啊美女也毋是物件，啊毋是你想要抢来当抢会着啊？是讲哦，我看迄个尤先生，伊嘛毋是遐尼无八等的人。啊虽然讲你对不起因小妹，啊毋过即马加一个人要来挑选美女，我想应该嘛会愿意啦。却惹得夜半掉眼泪。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。是讲哦，我看迄个尤先生，伊嘛毋是遐尼无八等的人。啊，虽然讲你对不起因小妹，啊，不过即马加一个人要来挑选美女，我想应该嘛会愿意啦。安尼哦。我之前有甲美女承认讲我是因老爸的，安尼敢要过户哈？嗯，你看美女对你的态度，你认为敢要付？哎呦，煞煞去啦，过去的代志要搁想啊啦。啊是讲你个嫁查某囝要嫁出去啊，你这个做人老爸是不是要表示一下啊？我会过一间厝给伊啦，啊就当作是美女的嫁妆啦。哦，这你甲美女家己去瞧，跟我无关系。我再讲，阮立德也不是看到恁家的钱才要娶美女啊？对啦，这个所谓开销，咱两个一人一半。唔免啦，拢我开就好啊。啊，就当作是哦，我美女一点啊补偿啊。哎，是讲哦，等美女啦，嫁入去恁家以后，我会定来去恁家坐，你是唔通搞我看嘿？嘿嘿嘿。知啦。你都要感谢你哦，美女这个这么善良，还这么暖心的查某囝，啊，若无去阮家，我早就给你轰出去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警告哦，美女这么嫁来阮家，就是我的新妇。你若是敢搁和我的新妇伤心哦，我是绝对袂放你煞的哦。我听伊都迷糊，我哪有可能和伊伤心啦？你是，嗯，少年的。啊，你即马要娶阮查囝呢？哎，你是不是应该甲我叫一声赵良爸来听一下？啊，查囝无爱甲你叫，啊，即马伫个阮囝这边才找安慰哦，真正有够巧的哦。你话唔是安尼讲啦，迄个的关系是无法度断的呢。我相信阮美女哦，三万也是另外一个爸爸。阿舅妈吼，阿罗叫你多先搞，叫一声赵南爸来过一来见呢，那有什么要紧啦？好啦，先甲叫一声，好伊欢喜一下。赵南爸，爽！我就要包一个大红包你啦！这边吼，你的婚礼所有开销哦，我来负责，阿你再去甲老爷讲一声。讲哦，先卖我美女知影啊，吼。好，我知。阿哥，我警告你哦，你上好是好好对待阮查某囝啊。假使讲你若敢让伊伤心，我是绝对袂放你煞。喂，你怎么想啊？动作都无伫遮哦，伫咧我面头前你欺负阮囝哈？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是敢甲伊夹着，我做你甲你输赢哦。无啦。我平常在你外口哦，去拍挂面惯习啊啦。其实哦，我足高追的呢。啊，你猜哈？哎，立德哦，即嘛是我的囝婿，伴主呢。啊，哎，以后哦，咪哦，爱陪伴阮美女一世啦。我一定会哦，会改小命命啦。哼，上好是安尼啦。是讲哦，这婚礼代志嘛，参详啊差不多啊啦吼。哎，你感觉够想来是需要斗三工的？即马上需要斗三工的，就是解决美女心中的问题啊！最近哦，
啊，我嘛有找人去问过啊啦。虽然讲哦，这换心脏的手术有一定的困难度，啊，不过会当做这个手术的医生哦，真济啦。啊，问题是，现在都不适合的心脏呢。现在想这也无效啊，死到死担当啦。那小查甫，我已经给我抓去关啊，哪会还有人惊想不到我？敢讲，看有人给伊搭下手？我的口罩律师这么负责任哦，竟然过来给我看。你到底是叫啥？还是不叫吧？你哪会想买？哎，我替你脱罪，你是不是老实讲？我唔知影你是讲啥，无对口都是你伫梦游时阵叫予你家己啊。可怜哦，就是你的心内伤过唔甘我，伤过想我，所以才摕相片来思念我。你安尼做，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还是讲？你想要把我变成跟你同款，身败名裂，我难道啊，就无人会替你脱罪啊？那有什么要紧啊？我规定我张小英名声早都已经害了了，拖一个人落水，我嘛欢喜。你到底是讲是歹讲啊？为了脱罪，我咪得让你的罪还寡大。你想要关死谁去嘛？哈！就听啦，你来叫人丑陋啊？我靠啥对我是这温柔的呢？想要知道是谁跟我斗相共是吗？啊，不过这是一个秘密，免得让上侪人知影。离我较近的，我跟你讲。来啦！哎呀！哎！警察先生，你冇看到啊？我的当事人今麦的精神状况不对啊，所以我得先请。精神鉴定，会用啊。但不过，伊无精神病史的就医记录哦。你要提出证明，证明伊回来的时阵是精神无正常的。我看过伤多吼，想要用精神鉴定脱罪啦。我要提醒你，就算讲伊有病，嘛不是无罪，是爱受强制监护。你是一个有名的律师，千万唔好成为罪犯的帮凶。这我当然知影，阿哥。我是叶斌护律师，替我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，这嘛是我做律师应该要尽的责任嘛。你不是讲吃药最好，不论你真吃是哪块药做？那是药啊，不是仙丹啊，你要有耐心，你知不？嗯，我一个小姐。我就知影阿珍啊，你上乖啊。嗯。来，先坐。来，坐好哦，都快进来。嗯。什么人啊？卡豪老师，我又来啊！主任，我拜托你别这么近伊好不？伊真正就惊你的啦！我才刚一个人来尔嘞，啊，这是恁的所在，你一日惊啥啦？
我是想要跟阮俊啊吼，好好开讲一下啊，俊啊，先生，来来来来，你到我来房间哦，我跟你讲几句话，来啦，没听啦，来啦，没听啦，来来来来来，不要丢啦，来啦，我先生。但你是你比啥啦？我敢会甲你徛只路白许啦？你个关起来，车是你住的所在，我是要哪甲你关起来啦？是讲，进前吼，我甲你关起来嘛是你住的所在对啦。哎，阿哥你放心，为什么开始哦？我拢袂阁甲你关起来啊？哦，是啊。嗯，来，我听讲哦，你即马哦。做到画图的呢，你是真搞，无亲像我遐含文拢袂用画。画图就简单啊。啊那呢？无你教我画，啊我叫你老师，吼、哦，啊我若犯错，你当教我处罚，安尼我嘛袂当甲你关起来啊。嗯。是。嗯。好啊，啊我甲你教哪画图。哦，好啊好啊，嘿嘿嘿。我先替我画图，你看好。好好好好。哦，你这钱。嗯，咱这一款。好，来来来来，这一款，这一款。嗯。你看。嗯嗯。你喜欢画什么？嗯。你看。嗯。经过胶啊。哦。鸟是伫倒？鸟的飞已经飞走，你这戆的呢？对了对了，你巧了啊！哎，哪呢哦？你怎啊？到尾还阁有法多画图？哎呀，只是变较歹画尔。是因为迄个什么？渐冻人哦。嗯。不过我不知道什么是渐冻症，就其中哦，你慢慢哦，身躯就无多振动，哦，啊你家己无多食物件，啊嘛无多好，家己喘气，啊到尾啊，就死啊。什么是死去？就是吼、哦，去找恁爸爸啦。我要去找恁爸爸，恁爸爸这个无爱看我，我就想晕呢。他是咧讲啥？迄若死去吼，迄就袂顶袂动啊，我无法度食迄个好食的物件，你搁要去哦、喔？嗯，我嘛是要想要去找阮阿爸，阮阿爸不要生气，不要打仗，还过摕饮料我啉。是讲哦，你遐尼想要去找恁爸爸，哎哪呢哦？等你去找伊的时阵，你敢会当留一项物件哦，美女？留什么妙的语？啊，你甲伊毋是好朋友？嗯。而且，美女是我的查某囝，啊，你就是伊的阿叔啦。所以讲，伊是我的。怎么说呢？嗯，爱是你的查某孙啊！啊，你敢愿意，会把你的心脏捐予伊哈？你家己敢无心脏？有啦，我是讲伊一出事哦，心脏都有问题啊啦！啊，你甲看。美女哦，遐尼善良，啊人阁生做水，而且哦，啊念伊着要结婚啊，因人真爱伊啊，啊唔甘伊离开啊，所以哦，伊需要一颗好的心脏。啊，若是安尼，你敢愿意把你的心脏给伊？伊若是需要，我会当给伊啊。
来，我总算你答应啊！啊，你是袂当反悔哦。啊无，咱来大看看啊。你也袂当反悔啊。怎么这么大呢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不，咱今麦搁看图啦，哈，这图看看了后，吼，我带你出来行行。去到位，我要带阮孙仔出来行行的啦，啊，敢就安尼答应？你只是用请来甲照顾啊，莫管遐济代志，好无？就是因为我爱照顾伊，伊是我的贱人，我无可能让你甲伊带走哦。我怎啊无迄个心情甲伊啰嗦哦？你上好是。小花子啊！小辣椒，你干美女哪来？我还在想要问你嘞，你哪来这啊？啊！你想要带阿孙来去倒哈？孙仔已经答应我，要甲心脏捐予美女，我怎啊要找伊来做配对？嗯，我要甲我的心脏予美女。哎呦，你哪会这么戆哈？人叫你做啥，你就做啥。你哦，真正有够过分的。你哪会当安尼欺负阿孙啊？伊无甲我欺负啊。阿孙，来，你过来。嗯。你有看到无？阿俊啊，伊遐尼善良，你哪会当为着你家己就安尼做哈？真正有够自私的。我自私？我安尼做，敢是为着我家己哦？我是为着我可怜的查某囝嘞，安尼是有啥唔对？啊无，我敢讲要叫我目睭金金看美女同我等死哦？我知影你是为着要救美女，啊，不过嘛袂用因为安尼，你就欺骗阿俊啊？我哪有骗你？我干呐要带你做配对尔？嗯，啊若成功嘞，你就唔是要阿伊去死哦？飞机这么多是渐冻人啊嘛，早晚拢会死啊！啊，卡出讲哦，伊的心中来当来救家己的查某孙啊，啊，你不是真有意义？伊即马就亲像囡仔共款的，就算伊答应好啊，妈伊的监护人同意才会用的。我无你管遐济啦，我刚刚知影讲哦，准来已经答应要救美女啊啦，所以我会想办法啦。哦，你真正有够超过呢！啊，准来哈尼啊单纯哦，伊根本连关心中是啥物都唔知影，伊甚至哦连死是啥物伊嘛唔知影呢。美女。伊若是真正需要心脏，我会通予你哦。阿俊啊，你莫管遐尔济啦。顾先生啊，你袂当害伊。阿俊若是我的朋友，原来伊是我的阿舅。你，哎，小辣椒。这个讲不通哦，我搁想有，啊那你嘞啊，美女那是我的查某囝嘞，啊伊嘛是你的新妇立德的某呢，敢讲你无希望哦，一定得一个换心脏的机会。啊，搁再讲，当初阮就系因为王若仙多婚，啊伊才哦去找你的麻烦，甚至甲你威胁，你现在今嘛要怎尼顾阿俊啊？我当然嘛希望会当救美女，啊问题是你嘛讲啊，威胁外人是高明，阿俊啊伊啥物拢唔办。一点仔关系无，就算我甲伊无关系啦。啊，飞弟伊即马震动人是一定会死哟。啊，伊个器官哦，若是想起来救别人，啊，你毋是真好。无像咱遐一人要签器官捐赠。好啊啦，你莫阁讲啊，讲来讲去哦，你就是自私啦。好佳哉，美女无去拯救你的故事。啊，无你是爱我安怎啊？啊，真正要叫我看我查某囝伫遐等死哦？对，我就是甲你无共款，我甘愿死。我也无想要害别人，拜托你，你莫再来乱啊！器官嘛，不是说捐赠就会当捐赠的。阿俊阿姐佫我的呢，你就安尼笑想人的器官？你拄则有听到你是讲啥物笑话无？你这人心肝哪会遐尔凶啊？我唔是只嘛要抬乌的心脏，我干呐要带伊去做配对尔，我无恶意啊！我已经甲你讲过啊，我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，我的代志免你管，你有听到无？不管你要做啥，我都没接受。我无爱阿姐心脏，
我拜托你，你莫讲管我好无？你讲做这款代志，你是逼我即马去死，你知无？美女，美女啊，美女，你去哪弄？美女，我再摇下来无哈？美女，美女，郭大叔掉，可袂当答应我。你莫讲做这款代志好无？莫讲去害别人啊！我拜托你，我家己死就准都煞，我无想要卖一条人命伫我的心上。哇，那美女莫阁讲啊！你的药有查无哈？紧来回报来宾嘛。余大侠这么爱生气。阿姐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也袂当安尼凊彩答应人要关心总，知无？为什么？因为人的性命只有一条啊！啊，你想看卖，你是不是足侪好耍的地方还袂去过，还佫有足侪好食物还袂食过？啊，你拢无想要去耍，无想要去食、喔？当然想啊！啊，阮大家拢感觉我足戆的，不够歹去，但是其实我拢知影。你知影啥？我大家拢无共款，你啥物拢毋捌。袂啊，我嘛有足侪所在毋捌啊。迄无共款，我啥物拢袂晓。谁讲的？你爱画图啊？画图有啥物内容？而且会晓讲，我真要死去啊！你莫听后辈讲啦，伊是一个歹人。是吗？啊，毋过阿晓讲，我若死去啊，我就会通去提前找阿爸。我就是我阿爸的。啊，毋过你若是去找你阿爸，你好朋友会艰苦哦。伊讲你嘛得要死去啊！阿公，我若是甲我迄心脏好滴，你就袂死安尼。你莫阁听后辈讲啊！我甲你讲哦，心脏毋是你想要摕就会当摕，嘛毋是你想要给我就会当治的。毋是我要给你，就会当给你哦。安尼爱哪给你？你莫伫想心脏的代志，你爱记的，你爱勇敢活落去。你看，我甲你等随便结婚啊，啊你是毋是我的好朋友？嗯。啊，你得来参加哦。嗯，好。大哥哥。嗯。我一定要去啊。你别当反悔啊。你嘛别当甲我骗啊。好，安尼哦。好啦好啦，安尼不用做你啦哈，不要紧。阿姨，您过啦，讲什么几工前哦去台北耽误着工课，爱加班，无倒过来。哦，阮哥哦，从早顿拢无食就出门啊。嗯，出骨力嘞。啊，你阮哥甲你讲嘞，伫咧提迄款行李啊。因为，啊，看一个行李看啊久坐车啦。啊，就甲你讲吼，迄物件唔免款，啊，放伫遮也袂胖伊啊。啊，而且你唔是三不五时就回来对无？哈。哦，阿姨，我应该上班呢。哎，啊，台北是偌远啊？啊，拜六礼拜平安回来啊。是讲哦，你要回来无爱回来吼，还是不要紧啦。上重要的哦是你的啦。啊，你的，你会直直回来吼。哦，我。哎。莫甲我讲，你爱无用爱做工课哦。哎，恁两个伫咧我遮住，伫咧我遮食遮尼济工啊，啊话走就走，啊若是无，常常倒来看我，是会孤孤的哦。好啦，真正阿姨，我会定下倒来。安尼唔较差不多。听着，人讲我定下倒来。这跟我有啥物关系？无关系，无关系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食食食。大家拢接受啊！开动，开动，开动，开动！金霞阿姨，我你讲真巧，今日和你阿做工真歹势，我给你多谢你。嗯。其实哦，我就是孤单一个人，
啊，开这间店哦，嘛唔是为着要赚什么钱，就是讲加减哦，有人会当跟我讲话啦。啊，这几天哦，恁两个伫咧遮陪我哦，我真欢喜的呢。是讲嘛无啊多啦，啊，唔是家己个囡仔，早晚嘛是爱离开。阿姨，你妈咧讲啊，你咧讲，我拢感觉足对不起你个呢。安尼，你要加多几工啊？我是足想的啦，啊，不过哦，我真正上班，啊，这几天我是请年假，所以。啊，无啊，啊，无你咧，你家己开公司做头家，时间应该真自由啦，会当常常回来啊。无啦，阿姨，头家有头家的责任啊，我离开遐尔侪工干工活，拢耽误员工嘛，讲袂过啊，所以。所以嘛，无法度。唔是啦，阿姨。啊，阮转来遐尔啊侪工啊，阮妈拢甲我问哦，送一个是要送偌久啊？哎，我注定爱做一个孤孤单单的人。歹势啦，阿姨。好啦，阿姨，我保证我会定时转来，我嘛保证。好，阿达你讲听哦，这杯我先我打。你哪样啉？无啊，这甲我有啥物地带啊？啊，无地带啊，叫你啉就啉嘛，讲偌济。来，吃吃吃。哎，讲真实的啦，其实我嘛拢知影，你拢做无用的，哪有可能会当常常转来？啊。好一回哦，像像今晚呢，当做伙食物件，做伙饮酒，唔知什么时阵啊？嗯，来，倒酒倒酒。来哥，来。阿姨会叫你。动人啊，主人哎，雪热灯夜半掉眼泪，我在失去你的梦中起来。我差不多应该回去啊。哦，我还要去金香阿姨那边啊。哦，那你就不讲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是的。就你准备送啥？对啊，我会当家己回去。我送你啦。唔免。燕哥，其实我常常咧想，想安怎当初我要甲你分手，想安怎你无甲我留，想安怎你嘛甲我讲分手。迄拢过去的代志啊，莫甲我讲啊。我知道你当初是为我好，无想要耽误我的青春。啊，不过我真正足自责的。假使讲我若加坚持一下，等到你出来，很多代志就无共款了。我真正足后悔。会，你无做唔对代志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那时阵我就无应该拒绝你，甲我见面，我伫坐家的时阵。一点仔机会都无留乎你。其实我是希望你会当死心。不，真正对不起。啊，不过代志会变到安尼啊。是啊，变到安尼。
啊，不过其实，妈，你免讲啊，你要讲的话，我拢知影是啥。是啊，是我酒啉伤多，讲伤多不应该讲的话。不会。好啊。我清醒啊。你应该回去啊，我嘛应该回去啊。咱无讲咯。明慧，是啊，明慧，两百万？哎呀，无够，我看到爱华就拢会用的呀。不是啦，我不是跟你讲，迄婚礼简单办就好啊。我知啦，啊，若是有中出来吼，啊，你就替美女喝一挂金破链、金手环，遐首饰啊，吼。哎，啊，你就讲哦，是你送伊就好，吼。好啦，多谢你啦。来，我来开门。孙啦，啊你来，啊来来来，你来坐，你来坐，来来来。阿孙啊，豆豆行咯，哎，豆豆来，这里。来啦，阿姐，这里哦。哎，这里这里，来坐坐。啊，阿你来找阿兄是有什么代志啊？我要找你，带去做医生。伊想要请你带来去做心脏配对啦。嗯。春啊，啊，阮阿爸等会找我，伊带我去双亲妈打仗，国家迄个会斗真大。阿俊，那是做梦尔啦。我知影，不过我嘛知影，我得要死去啊。阿俊，那我别讲啦。巧呢，我的心中想要美女。阿俊，那心中哦，不是讲你要好想就会当好想的。啊，搁再讲，你跟美女那嘛不知影是不是有适合啊，对不？我知影。春啊，你真正愿意把你的心中关有美女？我的心中若是有美女，美女就袂死啊！阿俊，你敢真正了解死是啥物意思哈？死去就是去天顶找阿爸，然后就袂阁转来啊！阿俊，你莫讲我啦！我虽然嘛是足唔甘恁遮个好朋友，按讲我嘛足想要去陪阮阿爸。你啦，拢伫遐出来啦！我嘛是想讲，只要会当救美女，任何机会我拢要试看卖。啊，就是因为你啊！干嘛啦？我是美女阿姐个，我无希望美女就安尼死去啊！孙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哎呀，对不起你。哎呀，你也该要改做歹人好不好？你爱做好人啊。我答应你。我会做好人，我一定会做好人。你听呀，我够规条。
不过，这件代志，搁爱回刘东伊才会用的。阿祖都已经答应了，现在过去找会长。因为阿祖的状况，伊需要监护人，啊，当初就是伊爸爸的遗言，这点会长做伊的监护人啊。会长对我印象不好，一定不肯答应。哪能是变作这好啊？哎呀，你们烦恼了。我去跟会长阿伯讲，一定会答应的。出来，你安尼，阿娘真正唔知要讲啥。阿春，今嘛就暗嘛，明天再去玩好不好？先休困啊。我会痛啊，你先去困。你若是要画这百度，明天才豆豆啊画，啊无你身体会袂堪的呢。所以我才紧画啊，就是要送好美女，做结婚的礼物呢。啊！你好意思给一个查某囡仔啊，这么晚自己走回去哦？啊，搁饮酒呢？啊，万一哦，若是出什么意外，我是明仔甲老沈交代哈。是啊，哥，你上明会等伊啦。唔免啦，真正免，真正免。册店，阿姨，你不是讲你孤单一个啦，所以我就来甲你看看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哈哈。啊，这个理由你家己敢会相信啊？哎呦，好啊啦，我真盼阿姨呢，啊，自细汉哦看恁大汉呢，在我面头前哦，就免假啊啦。啊，想就想啊，哪有啥物人好歹势承认的啦？你若是无想吼，我毋才感觉奇怪。哎呦，这……哎呦，明慧啊，啊，真芳阿姨哦，嘛捌少年过，嘛捌爱过，参像我即马，我嘛就后悔吼，无甲我迄个亲爱的老好掉。这世间哦，无后悔药通食，你爱趁即马还阁会有哦，去台北个溜倒转来。啊，若无吼，参像真芳安尼哦，会后悔一世人呢。阿姨，我甲你应该缘分已经无啊。谁讲的啊？啊，你唔知立德跟美女要结婚啊？我知啊，后壁阿姨甲阮讲，讲要简单办，就无爱放贴啊。啊，就对啊。啊，立言是立德的阿兄，啊，伊结婚一定会去的嘛。啊，你若去哦，恁两个当拄着，啊，这就缘分啊。哎呦，你莫阁丢毒啊啦！啊，而且你甲美女，就亲像是姊妹啊同款，人要结婚呢，你嘛应该去啊，对不？我这，美惠，
来啊？啊，你出门手机哪会忘记啦？啊，是啦，我煞袂记。啊，你哪会知影来遮找伊啊？我就约伊伫遮。啊，我手机袂记，我等伊搁遮看就好啊。你敢有需要遮尔着急送过来？美女，你找你啊，刚才就着急，你紧靠伊。哦，好。明慧，美女，你有啥物着急的代志要找我？啊，想讲吼，我的婚礼敢会当邀请你做我的伴娘？做你的伴娘？啊，不过拜托啦，你应该袂记做我啦，对吧？不是啊，美女哦、喔，啊，我金胖阿姨啦，你放心啦，明慧吼一定会去做你的伴娘的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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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你去无用，你去无用，好，无代志哈，拜拜，拜拜。阿姨。你哪能凊彩替我答应啦、啊？嘿，你伫台北的时阵，人有帮阿娘照顾你，哪要嫁查囝呢？你哪能无去哈、啊？啊，不过我，哎，好啦，金胖，啊，你敢袂去？那是当然的啊，咱的 Rose 小姐哦，要娶新妇，我当然一定嘛爱去，就我拍你拍你，今天三百九出，你马上拍你拍你哟、哦。来看看这个明慧，嗯 ，OK， 阿丽德，美人哥应当写来啊，应该滴要到啊啦，拄才你讲看到会讲，应该你先拖出来啊，嗯，丽德，你来啊，丽德美女，丽德，我听你讲讲哦，你有代志，我到时候有什么代志啊？丽德，你来讲啊，啊，是安尼啦，我想要邀请你来做我的伴郎。哇，我老啊啦，不适合啦，叫你讲，较少年哦，搁爱留恋。我嘛做是要做的啦，啊，不过人立德哦看不上我啦。是讲过，你确实是有较老啦，啊，不过安尼才会当衬托出新郎的年轻，对吧？你真正是偷皮听哈。我救命！救命！无啦，当甲你救啦，我甲你讲。等一下哦，人新郎哦，人讲娶某前生囝，皇帝大，你较看卖啊。啊好啦，你讲你卖闹啊啦，你耶，只是人就一个啦，你就答应做我的伴郎啦。啊，你讲就较伊那行啦，啊，到时虽然袂当到家去，还是搁点麻烦嘞。就是嘛，丽人哥，你有答应吗？啊好啊，你三个人讲好啊哦。就去房间休困，回困一下。阿姨就讲哦，想要为结婚礼物送给美女跟立德，为怎我给他亲妈呢？不简单才困起啦。阿姐病情愈来愈严重啊，你奈不给伊做动啦？我讲的话伊也无在听啊，伊的个性你也不是唔知啊。甲胜哥讲的话哦，伊才会听。啊，对啊，讲到胜哥，伊今妈的状况安怎？还是袂记你落星期啊？啊是同款啦，只是总算无这么感恩排斥啊。希望胜哥会当较紧好起来。对啊。我讲太快了吧？你看，你看袂歹呢。嗯，就好快。这间店婚纱足水的呢。对啊，阿丽的讲吼，虽然婚礼足简单，不过想要走精致路线，所以就拣一间啊。哦，丽的真足用心，干那婚礼尔就这么认真，未来一定对你足疼惜。我嘛会真珍惜个丽的这段姻缘啦。哎，今天，你看，今天想要足水，我感觉足适合你，去看卖好不好？是足水啦，不过伤过水啊。婚礼主角是你呢，我哪会当喧宾夺主？我拣另外一件较低调的就好啊。哎呀，免啦，我感觉今天就适合你啊。而且我想讲，一个人做伴啦，我希望我的伴娘跟我同款水啊，我遐个关系吼，要互人注意着，较低调。你哦，常结婚拢爱找人做伴，这样就无大呢。啊，
所以才会找你来给我壮胆呐。好啦，进去看麦啊，来。啊，不过嘛是爱看伴郎是啥啊，伊刚会穿啥物衫，要安怎搭配才好吧？啊，这里边烦恼啦，啊，婚礼就是吼，新郎配合新娘，啊，伴郎就配合伴娘啊。啊，你是今后你要穿啥，咱才会决定吼伴郎要穿啥，听听话啦，好不好？你安怎？啊，是不是心中还无爽快啊？无啦，我可能吼，看到这衫是过水啊，对象是过激动啊，我休困一下就好了。你给我烧油啊，干要吃？啊，无要紧啦，你去换衫。啊，那是等一下你换了这伴娘服，是过水啊，水到我袂喘气，啊，我再去也吃药啊就好了。你哦，心情好拢还要讲顺畅哈。好啦，我真正等袂有看你穿伴娘服啊，紧去啦。啊，你一个人在家真正不要紧吼。哇，紧啦，里面烦恼紧去啦，莫搁念啊啦，吼，你有吧？唔知呀，立德，查理严哥来啊未？哎，哎，林总算来啊！立德，哎，搁不来七星伴郎服哦，假讲伊袂久呢。袂啦，阮哥遮年头穿啥拢好看啦。没，结婚哦，是人生大事啊，免好免穿。恭喜的，我真正是配合你的，会当做外面阿姨，真无简单。嗯，是啊，确实无简单。阮妈会尊重我的决定，我真正才感动的。阿妹阿姨小明子，虽然伊捌反对过，啊，不过也向我家己期待接受你的决定啦。这我嘛足配合伊的。我跟你讲，结婚以后你爱好好的哈。让阿妹阿姨感觉，伊愿意接受你的决定是正确的。好，我定的。阿哥的衫伫底啊？我想要看伊穿啊。你准备好了啦，伫咧更衣室内面。啊对，阿婆给什么人？敢是美女的朋友？是啊，卡等下吼，我就带你家去前那边试穿一下。嗯，好，好，沙弟啊，见见我。好。哎，阿妹会来未啊？伊今日换衫啦，较早面吼，咱就带你爷去找伊。哦，嗯，伊两个若是见着面哦，看到对方穿伴郎伴娘的衫，迄种感觉一定足 amazing 的啦。哦，无你看哦，阁会随天雷勾动地火，反正阁会当来一个双喜临门，两对做伙办婚礼哦，一定足热闹的。看你讲啊遐尼欢喜，未熟悉你要结婚呢？哎，哪会当像我想的安尼哦？我当然足欢喜啊！啊，而且嘛，我爱民主的啦，伊两个后生哦，拢要结婚，伊绝对是布甲乒乒乓乓啊，迄红色炸弹哦，架甲满天飞。我看是蛮好啊啦，啊美女的身体不好，我想讲哦，我的婚礼就办较简单一点，而且更加没有负担啦。我惊讲哦，规个传统流程行下来啊，伊身体也袂堪。哇，也袂操你蒙的，遮尔听无，袂歹哦。我嘛唔知会当跳出美女偌久啊。阿文姐嘛，就是活在当下，赶不及刚动作起人生的最后一天，安尼才袂有遗憾。嗯，安尼讲嘛对啦。啊，你这哥的个性哦较低调，咱若要家己婚礼哦办到足轻盈的，应该嘛无愿意啦。是啊，所以哦，所有的责任拢伫你的身躯。到时阵以后迄大型婚礼啊，全套苦心全部给你担吼。我是无意见啦，啊，不过你爱先负责哦，替我找一个新娘才赢一啦。啊，好啦，会帮你注意啦。安怎？真正算适合的，话恁讲袂歹哈。是足水啦，不过我是袂惯是穿这么水。袂啦，咱两个人哦，爱穿水水走红地毯呢。我还行哦，拢是你好乖。今麦讲这要创啥？哇，你穿这出真好看呢！哇，我真正在感谢你呢，愿意做我的伴郎跟伴娘，我就欢喜呢。所以你一定唔跟我讲伴郎是啥，你是跟我拒绝啊？拍摄啦，明慧，我是最希望你会当甲丽妍
顶时你想啥啦？啊，那是好朋友，我哪有可能拒绝？而且是这么重要婚礼，我当然会参加。是哦，袂感激哦，哪里后盖换恁的婚礼？你是好袂讲啥？我甲你严哥只是好朋友尔。好，佮讲袂感激哦，马上就撇清关系啊！你话讲了无唔对啦，阮真正是用好朋友、好兄弟的身份来参加婚礼。你这样就好了。是啊，您看，伴郎迄天像安尼嘛，啊，伴娘像安尼，安尼徛做伙有素配无？嗯，就素配。嗯，对，搁爱甲新郎新娘安尼加入来。哎，搁看一下，安尼敢有素配？哇，这个画面哦，看起来搁较水安尼。其实我上感动的是，是咱四个人会当安尼好好徛做伙，我真正足欢喜的。多谢恁大家对我遐尼好。立德，这时阵就爱甲美女揽条条，你俩一世人好好爱，好好疼惜伊哦。美女，多谢你。未来的路，咱要做伙行。不管未来路偌长，我都永远甲你牵条条。哎呀！哇，你准备到这么粗糙，袂输敢若要拜天公嘞！好啊啦，无因规个包叫我来啦。啊，不忙不忙，一点都不忙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这做的我开心呐。哎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问你婚纱试的怎么样？试到现在，你看看，哎呦，你们都累了吧？来来来，赶快坐下来补一补啊！美女，你招呼一下嘛啊！哇，这么粗糙哦！有吧？你把你的拿手好枪垫出来啊，给哪里哦？我要讲我爸八个天灵盖啊！那一定要的啊！哎，不过今天有个规矩啊，这桌上的没吃完，你们通通不准下桌啊！哎，那不能算我跟明慧哦，我们要穿婚纱，不可以吃太多。谁说的？这女孩子胖胖的才漂亮嘛！那杨贵妃不是胖胖的才能嫁人呐？啊，那台语是不是有一句什么“瘦猴谢主”？哎，你三高下竹林呐，到哪算呢？竹林的伯明珠哦。啊，是狗不是猴啊。哦，那你现在说我是狗喽？哎呦，没有，我们家没你这么漂亮。我的意思是说啊，你要吃的有点肉，我这老爸才有面子嘛。啊，来来来，加，明慧。你为了这个婚礼哦，真正足用心的，阮立德和你足照顾的。阿姨想要感谢你。阿姨，你莫咧讲啊！我拄起来台北时阵是尤爸甲美女对我足照顾，即马我会当做伊的伴家，我真正足欢喜。美女，希望你莫生气。啊，静静哦，我反对恁两个人做伙，迄是因为我这个做妈妈伤过自私啊，我都唔甘要阮立德承受这款的打击。啊，不过我真正足介意你。既然恁两个决定要结婚啊，我一定会把你当作跟咱家己的查某囝，赶快来疼惜，比疼你多，我更加疼你。哎呦，你嘛莫艰苦啊啦！人讲囝婿是半主呢，你即马毋是嫁一个查某囝，你是嫁一个后生要来友好你。我知道，其实我这人呢，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，明明就是孤单老人一个，您这现在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的亲人，你看。丫头，能看到你披着婚纱嫁人，这老爸这辈子就值了。我得好好挑选美女，才有贝贝。家爸，你放心。好，好。应该感动老爸赛人哦，喜欢哥才对啊。你娶到一个哦，这么爱的太太，还有一个这么高主家的丈人吧，真正就好命的。嗯啊，先生哦，啊那先生，赶紧找一个啊。哦，给你学到一个，买水就翘起来啊。美女，
我立德哦，有当时啊就较任性啊，别人讲的话拢唔听。你嫁予伊以后，你就要予伊知影什么叫做听无嘴大富贵。哎，若有啥物所在做了无好，你就尽量甲教。啊，若教袂听就甲点，啊点袂听哦，你就吼。点袂听啊，就甲这两尊请出来，请油宝甲阿明阿姨一起出来哦。我就唔相信你唔听。无需要油宝甲阿姨出面啦，你若是欺负美女，我绝对袂帮你耍啊。嗯。哎，恁两个今日做位起来，帮美女搞下马威啊。怎样就好。来来来，加油加油。吃吃吃啊。美女，我这个公囝哦，以后就交予你照顾哦。无啦，拢是伊咧照顾我，我无照顾着你得啦。这段时间拢是你陪伫伊个身躯边，该倒三工个支持伊，阮大家拢嘛感受会着。既然以后恁着结婚啊，安尼哦，你着爱甲我当作真正是你个妈妈，有啥物代志拢爱甲我讲，知影无？嗯，虽然讲我祖先有爸爸甲我疼惜，啊，毋过我无妈妈做伙生活过，起码加一个妈妈，我就欢喜个呢。是啊，我家姐查某囝我足欢喜的，所以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代志，咱拢会做回来面对。你看家己一个人担心好不好？嗯。哎，说我们这美女啊，是多大的福气，能够嫁到你们家，你这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老天爷在告诉你，你要转运了，从此你就否极泰来，你就好命了。长公哦，结婚嘛是冲喜啦，我相信结婚以后，美女的状况一定越来越好啊。嗯。我相信美女哦，你一定有机会会在我的心中，然后我要健康住在。嗯。希望真的能够有奇迹出现呐、啊。哎，对了，亲家，你说他们小两口这个婚礼啊，说简单也不简单，就让你破费这么多，我得好好感谢你。来，哎呀，我敬你。谢什么谢啦？哎呀，咱亲家呢，明天你客气。谢谢谢谢。来来来，大家吃，大家吃啊！啊，这对了，明慧啊，我看了一下那个会来的宾客名单里头，德胜也会来，他不是刚动过手术，这身体能不能受得住啊？伊不要紧啦，今天阿姨也带伊来，虽然伊袂记做这代志，常问妈妈袂记。啊，不过伊还阁会记王伯伯甲徐明阿姨啊，所以伊婚礼一定会来。哎，你说说看啊，当初我们几个一起来台湾的，怎么过着过着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？哎，我虽然是光棍一个，可是我毕竟有美女嘛，是不是？可是德胜他一直就是孤家寡人一个，好不容易啊，乐仙终于愿意了。可是他有失去记忆，什么都忘了。你，哎，说这什么命啊？是啊，伊连王威已经无伫个，嘛拢放袂记个，还阁足欢喜个，想要来参加立德的婚礼。我骗伊讲王威有代志袂当来嘛，唔知会当忙偌久。即马上惊的就是哦，伊若知影王威无伫个，唔知是不是有法度承受这个打击。哎呀，你看，我这哪壶不开提哪壶，那这都我自罚一杯。哎呀。无这么严重啦！我想阮王威哦，若是知影伊这个老兄弟拢会当来吃你的喜酒，一定咪感觉就安慰的。我听人讲哦，脑部动手术以后会暂时失去记忆，啊，不过等你工作好起来以后，就真有机会当恢复。嗯，好，谢谢。那是安尼就好啊。希望德胜阿伯会想起我妈。那安尼这段时间，德胜阿伯常常陪德胜阿伯，啊，等伊恢复记忆。伊两个人得当顺理成章的做伙啊，一定会当顺顺利利的。迄无得卡德胜即个来参加婚礼，就是冲喜啊！安尼以后，大家拢会当顺遂啊。对对，大家都好了啊！来来来，快快快，吃吃吃啊！大家领酒。哎，对对对，大家恭喜恭喜恭喜。那是讲美女跟尤先生，因愿意接受你。好，你快乐，我来配合啊。嗯，你讲的哦。好啊，我来问看卖哦。只要有人愿意捐心脏给美女哦，得当马上动手术啊。我的心脏会当伊，我是讲认真的啊。美女，叫救护车无啊？哎呀，你来干什么呀你？我只是为着要保护我家己。你为着要保护你家己，你选择我甲珊珊做伙伤害。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你原谅我好不好？
美女，给我家啊，进来啦！人生走到这，往事只能回味，世事自己慢慢体会。真多人，真多代志，在我生命中经过，虽然拢是人生的过客。有些人我已忘了他是谁，过去的来不及后悔，却惹得夜半掉眼泪。有的人我感谢有缘做伙，有些人我已忘了他是谁，过去的来不及后悔，却惹得想想对对会给人你胸红无畏，对我能当的酒红红翠迷离顺情回你，春风为你。